자, 오늘도 행복하고 즐거운 하루가 우리를 기다리고 있습니다.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하시고 강의 듣도록 하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서스마 예? 어? 남자가 왜 제일 먼저 그래요? 여기 앉은 사람도 뭐예요? 이게 뭐 새로운 스타일인 줄 알았어요? 你以为这是新的时尚吗？ 아, 오늘은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有关肝脏的疾病和肝硬化。肝脏这个器官在人体里呢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当然其他的器官也很重要，但是肝脏这个器官呢是一个天才的器官。肺呢，与肝脏相比功能相对简单， 起到呼吸的功能。那么肾脏呢？也是起到过滤一些身体内血液内的脏事的作用。那么脑和肝呢？是非常天才的器官，所以说我们这肝脑涂地，肝和脑总是走在一块儿。所以说，它可以分泌一些很多人体所必需的健康的物质。 脑子里啊，健康物质啊，那么大脑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器官。但是这个大脑呢，肝呢，可以是我们腹腔里的大脑啊，在我们身体里所发生的一些化学反应呢，都是由肝脏来主管的。那么脑子里呢，这些化学反应呢，并不敏感。 比如说脑子对思维啊、思想啊、起主导作用，但是身体里我们身体里的大部分的化学反应、化学作用呢，都是由肝脏引起啊，对此做敏感的反应。比如说你喝酒了，那么肝细胞呢？就会坏死，是吧？为了 독이기 때문에 그래서 여러분 소독할 때 뭘로 해요? 알코올로 하잖아요. 그 왜 병균들은 싹 죽어버려요? 아, 用酒精可以杀毒是吧？酒精是很毒的。那么病菌为什么会被酒精杀死呢？因为病菌它没有啊，근데 이제 도가 지나치면은 没有抗毒的功能，那么当酒精进入人体的时候呢，肝脏就要起到这个解毒的作用。但是过多的酒精进入我们体内，那么肝脏就要超负荷的工作，这样肝脏的功能就慢慢会衰竭。啊，过多的酒精会让肝脏负荷加重。 你们去汉城呼吸汉城的空气，那么汉城的空气呢是十分复杂的。
说还有中国来的黄沙、네、是吧？근데그속에무슨물질이들어있는？那么里边有什么样的物质呢？我们不了解。근데그거를우리는모르고。我们不了解，然后呼吸它。空气속에있는여러가지오염물질들이。空气里面很多污染的物质呢，就会进入我们的体内，进入我们的血液。结果呢，要引起肝硬化。那么肝呢？肝对我们血液，通过血液进入什么样的物质，肝并不了解啊，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了解。所以说，那么肝脏就会根据创造主的指令生产出各种解毒的物质。那么一句话，肝是个天才的脏器，对那些复杂的化学反应、化学关系、化学的变化呢，我们科学家们还没有把它解开。有很多我们科学家尚不了解的物质呢，在肝脏当中、无意识当中进行着。所以呢，我们的疾病的恢复呢，是在这95%的领域内得到解决的。靠大家5%的意识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呢，所以在这个95%的领域内，其实我想要比95%还多，甚至可以达到99%，只有那1%的领域才是我们可以选择。也许可能是9.9%是属于无意识的领域，是吧？因为我们测量无意识的这个测量技术还不够精密，所以呢，我们概说成95%，其实这无意识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尚未了解的很多的物质呢，从肝脏里分泌出来由肝脏生产，然后维持着我们的生命。所以呢生产出很多的物质来。那么由肝脏生产的这些解毒物质呢，比如说我们食物当中摄取了糖分，糖分不是蛋白质，但是这个糖分呢，肝脏呢把它分割成小块，然后把它重新组合，组合把糖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氨基酸，再把这个氨基酸呢再行重组，然后生产为蛋白质。那么肝脏就是这样天才的器官，所以呢，大家他说博士这么吃的话，能维持营养吗？当然靠这些食物是不够的，是吧？但是当你们把你们的生命的基础设施建构的非常良好的时候，你们所吃的食物呢，就在肝脏里按照程序，他把按照程序。生产出所有人体所需的一切的物质，那么生命的创造主呢就利用肝来维系着我们的生命。那么所以呢，生产出来的物质当中有几个医生们可以测量的物质，这些物质你比方说白蛋白那么阿尔布敏就是白蛋白，是吧？那么什么是阿尔布敏呢？在人体里这个白蛋白不是什么非常非常了不起非常重要的物质，如果这个白蛋白缺少的话，人体会出现浮肿，那么再严重的话会出现腹腔积水。为什么呢？什么是腹腔积水呢？血液当中的水分渗透到血管外边这就是浮肿。血液当中的水分的血液当中的水分渗透出来，然后积在腹腔里，就叫腹腔积水，是吧？那么人们呢认为腹腔积水呢可能是大事不好，是吧？认为也不知这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认为腹腔积水呢就不得了了。其实呢，这就是血液当中的水分呢，由于白蛋白缺少白蛋白，血液当中缺少这种阿尔布敏，
所以呢，为什么缺少呢？因为肝脏不再生产了，是吧？所以白蛋白起的作用呢，就是将血液当中的水分呢，让它能够保持在血液里头。如果缺少白蛋白的话，那么血液当中的水分就会从血管渗透出去，所以会浮肿，会出现腹腔积水。所以不会说啊有腹腔积水就会啊立刻就死了啊，这种啊偏见呢你们要克服。那么为什么说腹腔积水很危险呢？因为腹腔积水了，就是白蛋白不再生产了，那么这个肝呢已经衰竭到了无法生产白蛋白的这种地步了、啊、那么让我们担心的不是腹水，而是肝脏的衰竭、啊、你们不要被这个现象，就是腹腔积水所吓到，是吧？那么人们呢对这些症状呢吓得不得了，说、啊、腹腔积水，腹腔积水怎么办、搞不懂、哦、腹水又胀上来了，怎么办、那怎么办呢？大惊失措，失色是吧、其实腹腔积水呢并不是十分致命的。那么腹水呢，腹腔积水呢随着白蛋白的生产呢还会被吸收，所以腹腔积水呢可以胀起来也可以泄下去。那么胀得厉害的时候呢就有副作用了，那么肚子比南山还要大，那么腹水把横膈膜顶上来就压迫胸腔是导致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只能用人工的方法来抽出来，是吧？那么抽腹腔积水是很简单的，用针头扎进去，然后用注射器把水抽出来，抽完了以后还会胀起来，胀了再抽，抽了再胀。不要为此大惊失措，说我的小命快玩完了啊！不要这样紧张。所以腹腔积水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白蛋白无法正常的生产出来，因为肝功能呢下降，所以生产尤其是生产白蛋白的那个基因的程序被打乱，或者是癌细胞过度的衰竭被破坏，所以无法正常生产白蛋白所导致的结果这就是浮肿和腹腔的现象的原因。所以我们也测量这个白蛋白的数值，如果白蛋白的数值低于正常数值，我们就推断肝脏可能出现问题。还有什么物质 GOT 是吧 GPT 啊，这些肝脏数值 AST 等等物质，这些我所讲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和什么和糖分呢、转换成其他物质的很多复杂的化物质呢是由肝脏来不断的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当这些生产物质呢在我身体里需要一点一点，所以肝脏呢随着需要会慢慢的按照需要量生产，然后输送到血液的通过血液输送到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正常的人呢 GPT 呢 GOT 呢这5到30之间这个数值是正常的数值。如果你一个人患有肝炎，他的肝细胞呢遭到破坏，那么肝细胞生产的GOT 像这样的物质呢就没有无法进行调控，然后大量的释放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的这些数值呢就会升高。所以说肝数值肝功数值GOT GPT 这些数值的血液含量浓度的测定值。好了，那么肝脏被破坏，通过饮酒肝脏被破坏以后呢，那么 GTP 的数值是12，饮完饮酒以后呢的数值就会猛增酒就在说明酒精在破坏肝脏的细胞。所以喝酒
其实就是不要命的，不要命的事儿，是吧？人们为什么会喝酒呢？啊，为什么会喝酒呢？人们这个饮酒行为啊，到底说明了什么？那么喝酒很难受是吧？啊，那么人们却喜欢 喝这个酒，没有酒好像就活不下去一样。就这样，人类呢，会变的是吧？从正常变为 不正常，那么都变为不正常，不正常反而像正常一样了，是吧？所以一切都是一样，烟也一样。没有打小就喜欢抽烟的人，但是有的人却不要老婆也不能没有烟，是吧？啊，辣的咸的这些爽口的食物也一样。最近呢，前天的中午的冷面呢吃咸了，昨天中午的饺子吃咸了，啊，吃完了咸以后身体就不舒服。啊，你们就说好吃好吃是吧？好吃。我估计啊，最近啊，我们那个大厨啊，可能身体不舒服。那么身体不舒服，身体不舒服难受，那么食物就变咸。所以呢，这是说明什么呢？啊，身体不舒服，那么做的发脾气，那么就会变辣，啊，不舒服就会变咸，这是为什么呢？想吃辣的，我们说辣的是爽口的是吧？啊，有刺激啊，那么刀就像刀子刺激一样是吧？需要那些爽口的刺激的食物。那么，这样说以后呢，我们的内心的情绪、内心的状态和食物和我们的胃口啊是有相关关系的。是真的是这样吗？科学家们以前没有这么相信，啊，他们认为这是暧昧的，没有根据的。那么最近科学家们承认了人的情绪、人的念想和我们的口味的有相成关系，他们相互影响。所以呢？啊，过去呢，我就发脾气的时候啊，就想吃辣的，吃爽口的食物。最近呢，啊，那些辣的爽口的食物啊，沾都不能沾。那么关于酒啊，科学家们做了一项非常有趣的实验。在实验室里呢，通过一只实验鼠呢，科学家做了这样一点实验。那么正常的老鼠呢是绝对不会饮酒的是吧？这是水管，啊，这是酒精。那么水和酒精是吧？前面的是水管，下面的是饮酒的地方。那么这只老鼠呢，绝对不会去饮酒精。这只老鼠正在喝什么呢？喝酒。它不喝水，喝酒，啊，是个酒鬼老鼠。它变质了。为什么会导致这个老鼠这样发生这样的变质呢？啊，给他精神压力，给他刺激，让他受刺激。啊，老鼠也会嫉妒。这是一只公鼠。那么给他安排了一只漂亮的母鼠跟他一块儿度过。那么母鼠公鼠是乃至也不去碰酒精。但是在这个透明的隔壁的房间呢，就在隔壁的房间。因为透明能够看见，放了一只另外一只公鼠，把母鼠呢放到了另外的隔壁的房间里，然后这只公鼠呢就来气了是吧？受刺激了，受不了了。啊，这个实验呢不是一笑而过的实验，对人的启示呢是相当相当大的。
所以呢啊，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实呢？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个实验啊，真是发人深省。那么真的要对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要啊，要真的要把持住，是吧？如果我们仇恨、憎恶、发火，那这些老鼠呢？他们没有什么办法，是吧？啊，没有办法，只能受无知。人呢？是发火、生气。如果没什么可招的话，跟老鼠没什么两样。和这些动物没什么两样，是吧？但是动物生气，他们生气发火呢，没别的招，没有什么可泄的地方。但是人的和动物的区别在哪儿呢？人生气发火的时候呢，啊，仍然可以维持什么？选择内心的平安。怎么选择？啊，如果我想内心平安的话，昨天我讲了那个，机场，机场的那个菲律宾女服务员的事儿是吧？啊，他让我生气了，让我这个李香九博士生气了是吧？嗯，那么就在这瞬间，也在于怎么选择，我是选择生气呢，发火呢，还是选择内心的平安？那么。自由基的产生呢，可以成为破坏我细胞的因素，也可以成为什么？成为我身体必须的水和养分。那么这两条路取决于我选择内心的平安，还是选择发火？归根结底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的选择。那么老鼠啊、狗啊、小猫啊、小狗啊，他们没有这种选择。那么生气就是生气，是吧？没别的事儿。啊，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选择，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有一位给我们选择的力量啊，给我们生命气息的存在，说明我们人是可以认识自己存在的。能不能？所以呢，作为一个人生在这个地上，那么你不相信创造的生命主，你就是放弃了这种选择的权利。那么所有的遗传基因的调节呢，那么由我来主张，这是就等于是把95%的领域抛弃掉，只相信呢5%的领域的愚蠢的做法。所以呢，我经常给大家讲生命的念头和死亡的念头，生觉和死觉，善与恶。那么这两个势力呢，在不断的争斗，我们在这个两个势力的较量当中，那么这些老鼠们也是，但是他们永远也领悟不到，他们处于这两种势力之间，那么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并没有把这些动物创造成有灵性的东西，那么他们没有这种选择的权利，他们无法领悟，但是他们的行为呢，却。表现出他们处在这种两种力量的较量的当中，这只公老鼠呢，来气了，自己的老婆被别的光棍给拐走了，看见他们甜甜蜜蜜，他就来气了，生气不得了，非得我要把他们两个咬死不可，开始发生争恶。甚至想杀死他们，这是生命的念头呢，还是死亡的念头呢？当然是死亡的念头。那么死亡的念头是从哪儿来？是从死亡的势力那里来，就从撒旦魔鬼那里来，从路西佛那里来，是吧？
那么，那么这个魔鬼的势力呢？死亡的势力呢？是让我走生命的道路呢，还是把我赶上死亡的道路呢？当然是死亡的道路。那么这只绝对不可能喝酒的老鼠呢，处于什么状态？处于死亡的念头，就是被死亡的念头支配。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处在死亡的念头下，他就接受了什么？接受了死亡，是吧？然后发火、生气、受创伤、受刺激以后呢，自然他就要选择，我们人类也要想死，会寻死，是吧？这就是死亡的念头，不是我想死，是一种死亡的念头驱使我去死。那么这种死亡的念头根源就在于撒旦，就是让我更加推我逼我去选择死亡的念头，是吧？这就是我们我在说明我们人类每个选择背后的这种力量的较量。那么我们人类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有一种操纵我们的力量。那么我们到底要受谁的操纵，这个就由我们来选择了。所以呢，那么像这个实验鼠的情形呢，生命的死亡的念头，死亡的念头涌进来，那么他就没有能力选择生命的气息的能力了。我们人类的情形呢，比如说伤心了，难过了，受刺激了，那么就去什么，就像这个老鼠一样，肯定就会去被死亡的念想所支配，然后吃什么水和酒两个当中，如果选择，当然会选择什么，自然就会去选择，因为想死嘛，所以当然会选择酒。所以如果你想死，或者想杀死谁，或者恨我谁，或者是发火，这就是死亡的念头。在死亡的念头的支配下，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那么你就会，你的口味也向着死路上去选择。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星期点生活的这个程序当中呢，那么我们不讲什么你要戒烟啊、戒酒啊，我们不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因为当大家明白了这些原理以后呢，原来我喝酒是出于这种心理，结果就是什么，我自己把自己赶上了死路，所以喝酒了。那么我输给了谁？输给了撒旦，输给了这死亡的念头。当大家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知道我们背后有这种力量的较量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么现在就该我们做选择了哈，继续让我们把继续赶我们自身到死亡的路上呢，还是选择生命的道路？那么老鼠们呢？老鼠就这样命中注定了，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与不选择的问题。重新把母鼠放回来，放到他身边，这只老鼠就恢复正常了，再不喝酒了。为什么？因为活着有活头了，是吧？所以男人也一样，男人为什么喝酒啊？夫妻吵架以后肯定要去喝酒。男人喝酒喝的最多是什么？老婆跟着别的男人跑了，那么自动就去喝酒。再善良的男人也受不了这个刺激。你们这两个男女等着瞧，你们别栽在我手里，你就死定了。这种死亡的念头完全占领了你，完全占领了你。这种强烈的刺激下，你的口味也会找一些强烈刺激的食物，对身体有害的食物。这是别无选择，别无道理的。所以呢，当我喝酒不喝酒，这不成问题。我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念想，这才是最关键啊。所以我奉劝大家，
좋지않은생각을아一定要摒弃那些不好的念头。그래서이여러분그집에갔을때大家回家的时候呢？여러분이번기大家参加这期的星期点讲课啊，这些磁带呀、DVD 啊，大家一定要带一套回去。回家打开打开电脑上网也可以看到哦。但是说那有什么可买的？不是，因为这一期里所拍的呢，啊，都是我们熟悉的面孔，你们都相互彼此都很熟了，是吧？所以开玩笑的时候的这种感情，这种回忆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这八十期呢，过一会儿，过不久呢，那么就被八十一期、八十二期的录像呢取代了，是吧？所以大家的这参加的这一期呢，是大家的最宝贵的回忆啊！回家以后，在这个大的画面上啊，不要看那个小不点的画面啊。所以呢。啊，他是谁谁谁，然后打个电话寒暄寒暄，是吧？啊，那么我们会给你们彼此的通讯地址，这样呢，你们一生这样一次这么大的缘分，啊，八十七这个缘分呢，你们要经常的去回味。那么你们活到现在，你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么强烈的恩惠啊。没有这么多的领悟真理的时间，是吧？说这是你们人生的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这段记忆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珍藏的啊！即便你们活过来的时间很长，说不定这几天的时间呢，就是充满生命气息啊！你们生活的这段时间的一个浓缩点，所以。那么你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虽然是同样的讲课内容，但是你们要反复的听啊。你们问我们的高先生，是吧？反复听，但是还想听，每次听都觉得很新，因为我所讲的这些内容啊，那么是很深奥的。大家即便好像是听懂了，但是你们听懂的那些内容啊，只是我希望你们听懂的10%，再听百分之十，反复的听，反复的咀嚼，那么你们领悟的程度就会越来越深。所以呢，越听越有感动啊，这份感动就成为你们生命的气息，生命的力量。这知识就是力量啊，真理就是生命的气息啊。那么知道了，哎呀，我不用听了啊，那这不行了。所以第八十期参加这次讲课的所有的学员呢，一定要带一份回去。那么买一台 DVD， 便宜，现在便宜，7-8就能买一台，是吧？DVD。那么 DVD 它꽂아서 DVD 만보는거있잖아就是那种 DVD 机器，我们7-8就能买一台。DVD 만보는거있어啊，买一台 DVD 机器放在家里。근데노트북을 DVD 보는걸하나사려면그몇십만원줘야돼买手提电脑得个7-8吧，啊，得个上万是吧？그러나 DVD 만딱보는거있어 DVD 很便宜。그거는막10만원이면킥해요啊，10万块钱。그것도저挡住了。我跟你们在那个。옥션들어가사면은거의신품경매경매网上去买的话，啊，大概500-600就能买一台。우리그갖다놓고팔까 DVD 啊，我们是不是弄几台来拿来卖呀，赚点小钱儿？한번해볼래？咱们试一试啊。돈도적게남고좋겠는데啊，那估计能有甜头。70,000啊，现在卖700。价格已经跌了很多了，是吧？过去都卖30-40万韩币，现在很容易弄到。所以弄一台 DVD， 然后把碟拿回去，接到你们的电视上。你们家庭里现在电视屏幕都很大，是吧？啊，那大画面看着多敞亮。啊，就是哈，然后鼓掌笑啊，回味这段美好的时光，小这么小气的画面里看，
憋气是吧？八十七是十分重要的，对我来说，对你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看你们没有几个人申请是吧？啊，这样不好是吧？你们听了这个讲课出门都忘了是吧？说要反复听，反复听，反复听啊！你们有这个诚意对吧？这点诚意都没有，怎么能医病呢？所以这个老鼠呢，所以我想死，或者想杀死对方，这种死亡的念头 啊，这就是撒旦的旨意，死亡的意志。那么我的一切的反应都是按照死亡的方向转变。我想中国的成语里也有类似的好的表现。最近我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这个同声传译的翻译啊，就说您讲的这个内容里，那么中国有这样的表现，哇，很好。所以啊，我说中国文化是相当了不起的，中国的文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你们看孔子、老子、孟子是吧，啊，周易啊，这些文化遗产是人类最最宝贵的遗产，而且他们领悟宇宙真理的水平是相当相当高的，可以与圣经匹敌是吧。他们的对宇宙的了解，他们对真理的把握是相当了不起的啊，是十分棒的。所以今后呢，中国这样的国家，当他们真正把这些文化遗产重新能够发扬光大的话，啊，中国将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国家。如果无视这一切，只追求金钱、追求利益的话，那么将成为最混乱的一个国家。所以中国人脑子很够用，是吧？韩国人脑子也很够用。那么做智商检查的话，做智商检查，韩国人的智商韩国人的智商最高。那么犹太人就不服气，是吧？那么韩国人的智商达到平均105点几，所以犹太人当中也有很多支派啊，支派很多。那么 Ashkenazi 是一个犹太人当中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就纯种的犹太人，比他们的智商，韩国人的智商要比他们还高。韩国的智商没法不高是吧？你看每天都在这个动脑筋是吧？每天都在动脑筋吗？啊，从小就是让孩子们动脑筋。你们看现在这小孩子，一个一个机灵的不得了啊，机灵的不得了。过去你看，智商没发高，一个个都傻乎乎的，发黏，我流鼻涕，傻乎乎的。所以啊，基础打得好。然后各种信息呢，很多，所以没有像韩国这样变化迅速的国家，所以智商没法不高。中国也是啊，中国的变化太快了，简直让人惊讶。所以过去最惊讶，过去的中国人觉得很灰秃秃的到处，但现在呢变亮了啊，连农村人们的服饰啊都变得鲜艳起来。过去都是灰暗的是吧？的确中国的变化是了不起的，令人刮目。那么讲到肝，怎么突然跑题了呢？我说的是话呀，不管什么主题都一字一句你们都要牢记在心里，这点是即便跑题也是有意义的，对你们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呢，所以这只生气的老鼠生气以后呢，我们的口味也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选择哪一条道路？选择死亡的道路。
那么我们的自由基也选择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所有的我们身体的一切越我们越深入研究越觉得越会确认一点，就是我们的生命呢按照我们的意志所反映。中国人在上千年前已经明白了这个旨意，什么造纸术啊、印刷术啊，啊，这些所有的人类科学的技术啊，中国要比欧洲发展多，发展的早得多了。中国在文明的鼎盛时期，欧洲还是蛮荒时期。所以呢，精神世界，中国的精神世界也走在前列。那么，最近呢，中国呢，出现了尊孔富儒的运动，是吧？那孔子可不是过时的。孔子的文字啊，相当了不起。他的经典呢，那是跨越时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所以，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认识到孔子的思想的价值然后开始全国范围内尊孔富儒是吧？然后重新建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了这个精神世界，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如果没有这个精神世界的话，那么人们疯狂的追逐金钱，追逐利益，那么钱多以后道德反而沦丧这样社会会动荡不安中国政府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呢，要加强精神世界的建设人们认为钱是一切这样的社会呢，那肯定就要混乱，国家肯定要变得一塌糟。但是钱固然重要，但怎么花钱更重要。这真正的价值就是什么？就是最基本的精神基础、人生观、哲学观、价值观，要形成这一切。所以不管是什么国家，那么都需要建国理念，是吧？建国理念。所以我们呢，我们 要把新起点原则成为统一韩国的建国理念，我是这样想的好了，你们再看看。所以这次那么这种有害物质进入以后呢，肝就要进行这个解毒作用，解毒发挥解毒功能是吧？各种污染的物质，各种毒素，那么肝都负责来解毒，进行解毒。那么肝功能衰竭呢，肝细胞变坏了，那么肝的作用是解毒。那么肝脏不好的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脸色发黑。肾脏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脸色都会发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肾脏呢也起到什么？也起到解毒排毒的作用，在把血液当中的一些毒性物质还有杂质呢排出体外，通过尿液是吧？那么那么脸色为什么发黑呢？发黑是说明就是不能解毒，为什么脸色会发黑呢？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别的毒素没关系别的毒素和脸色发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毒素当中对健康最有害的毒素是什么呢？就是自由基。自由基呢，就在五大山也会有自由基产生，是吧？你们不喝酒，不吸烟，空气也很清新，但是自由基还是在你们体内产生。为什么？因为自由基呢，过度的疲劳过食贪食也会产生
특히뭐요정신적으로아精神受刺激受压力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所以大家呢不管怎么样睡觉很重要睡眠很重要尤其是啊不要妨碍别人的休息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睡眠保持足够的睡眠这是在我们新起点生活原则当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原则怎么内疚了啊所以呢所以这个自由基如果得到解毒呢就是肝脏所生产的 SOD 是吧歧化酶起作用那么肝脏坏了呢就不会生产出 SOD 那么这些自由基呢就变成攻击正常细胞的死亡的力量导致疾病的力量所以呢自由基生产过多的话这些自由基呢为了 阻止因为活性剂的自由基的工作用啊就是氧化作用那么体内呢为了保护细胞就要分泌 SOD 那么 SOD 分泌不正常的话那么自由基呢就要直接的攻击细胞攻击基因攻击线粒体攻击细胞膜让杀死细胞那么细胞呢就要做挣扎本能的要保护自己所以就要分泌一种黑色素来阻碍用黑色素呢阻碍这个自由基使其免受攻击免受损害这就是细胞挣扎的痕迹是吧所以它就产生出梅拉宁色素就是黑色素然后皮肤就呈现什么因为这个黑色素所以皮肤显得发黑大家这回明白脸色为什么会发黑吧所以当一个人呢肾脏不好那么肝脏也会相应的不好肝脏不好呢相应的肾脏也会衰竭所以这肝和肾是一起走的所以两个人都有解毒作用两个器官都有解毒作用是相互影响相互负担所以我们明白了肝脏不好肾脏不好脸是为什么发黑的原理了吧那么肝脏恢复功能呢那么 SOD 正常的分泌出来自由基呢转向了好的路上那么就没必要再分泌什么黑色素了那么脸色就会自然恢复以前的光彩事实上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即便会好起来但是对这种好起来的希望呢总是将信将疑比方说今天腰疼第一天是疼得真的要命连动都动不了弯腰也弯不下直也直不起来坐也坐不下站也站不起来那么我们崔总务说李博士你的腰疼啊怎么得一周一个星期因为我也疼过那么崔总务说得一个星期但是我自己却纳闷这一个星期能好吗疼就疼得这样要命这么疼一个星期能好吗我就这样自己想通过这次腰疼呢我能更加体会大家的处境现在呢已经完全康复了是吧腿可以抬起来以前不行僵硬得很人体就是这样的奇妙里面有一道自我恢复的功能是吧恢复的功能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情形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那么按原理它是都应该恢复的所以说
肝脏呢，뭐든지더많은것을해독합니다。啊，它要解毒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身体里啊，너무많은것이부담이될때그간은当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进入我们人体的时候，那么肝就要加倍的工作，超负荷的工作来化학적인균형을뭐요유지하려고为了维持我们人体内的化学的均衡呢，肝脏在不停的工作。如果你想让你的肝脏超负荷工作，让它早一点衰亡的话，你们就吃那些没用的东西，什么所谓好的东西，什么这个补药啊，那个东西啊。你们长期服用这些东西，那你们的肝脏就没有休息的日子了。什么喝红参液啊，什么维他命啊，一大把一大把的吃药。这些呀、啊。那么肝脏呢就得不到片刻的休息。所以呢那么得吃多少呢，怎么吃多少，怎么吃到呢？那么在我讲健康食疗的时候，我给大家细讲。그래서우리는이렇게균형잡힌식사를해야돼。所以我们要做这样有均衡营养的这个饮食，做均衡营养的饮食，是吧？그래서우리몸에는所以我们身体里呢，그렇게많은영양소가필요하지。其实并不需要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营养物质。我们被这种强制观念所牵引。那么我做了这么久的心肌点生命工作，但是人体要吸取好的营养的东西，那么这种观念呢还没有完全打消。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举个例子。有人我非常喜欢吃柿饼有人给我寄了一盒。이번에누가꽃감을보냈더라고요아지라이허시비경주꽃감그래서이제좋아하니까이제식사所以在我每吃饭吃饭之前吃零食对身体不好，所以呢，所以在吃早饭之前呢，간식하면안좋으니까在吃早饭之前，사실한여러분那么柿饼这么大点的一个柿饼不起眼，看着不起眼，但是它是一个大柿子晒成的柿饼，是吧？那么吃一个柿子的话，这一个就顶一顿饭了。但柿饼呢，两个、三个、四个很轻易的就可以吃下去，所以得小心，是吧？那么吃一个就够了，是吧？但是总想吃两个、三个贪心。그래서이제그런거를절제라고그래요那么节制这些贪吃的念头就叫节制。吃完两三个以后呢，肝就感到有负担。그래서절대로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认为这是好的东西，你们就要多吃，物极必反，物极必反。그래서所以肝이해독해야될가장중요한독소는肝要解毒的最重要的毒素就是什么呢？就是豉油基。그래서所以呢이활성산소가너무과잉생산되지않기위해서为了不让过多的自由基产生呢，你们就要要适当的休息，不致身体过劳，而且心印要放得正，放得平。所以那些彻底的实行心肌点运动的人当中呢，有的人过多的运动，是吧？过量的运动。那么过度的疲劳呢，也会使自由基大量的产生，所以呢一定要节制，运动也要节制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要和你们的身体状况相协调这样才能发展。新起点呢我这样细细的观察，就跟荡秋千一样。那么荡秋千的时候刚开始怎么使劲？那么刚开始使劲呢，荡不起来，所以很快人们就会失望。아무리세게굴려나가요안나가요怎么踢也踢不出来，荡不。怎么荡也荡不起来，所以呢，
肝灯灯不出，灯不出来啊，什么荡不起来呢？然后下来再重新荡，那就得从头再来。那么荡不起来也要荡，是吧？啊，那么一旦荡起来以后呢，啊，只要轻轻的一踢啊，那么就会荡得很高很高啊，你觉得哇，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就会体验一种自由。啊，大家不要忘了，新起点生活就是这样一张一弛，就像荡秋千一样，啊，不要心急。那么刚开始新进的生活的你们呢，啊，是个新手上路，所以呢，啊，这样用力过大，怎么从我的角度一看呢，啊，你这样做的话，估计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啊，那么但是啊，不要中途而废，那么荡起来以后呢，你就来劲了，是吧，就可以体会自由，是不是有意思，是吧，就会这样。所以说新起点生活的就像荡秋千一样，啊，什么，啊，没有进展就，啊，泄气中途而废，那样不行，你们要更加，啊，持之以恒，啊，运动也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啊，今天，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啊，过猛的运动，啊，明天又 不运动，啊，这样就不行了。你看我因为腰疼六天没有运动，身体就开始发僵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打算恢复运动。那么重新运动的可能要累一点，但再过两三天呢，啊，会恢复正常的水平，就跟荡秋千一个道理。我们的健康啊就是像荡秋千一张一弛啊维持啊来进行的。所以为了保护你们的肝脏呢，你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平淡的心啊。保持一颗节制的饮食，然后中庸的饮食，就是说各种东西能够调和的相当均匀的饮食。所以呢，肝的药이라는것은있을수가뭐요？肝脏不可能有药物，是吧？为什么？药物都是毒物，所以肝脏对药物就要起到什么？起解毒的作用，所以肝脏就歇不下来。所以过去啊，我们打开报纸呢，报纸上全都是有关啊强肝壮肾的药，是吧？啊，什么什么壮肝剂，什么强肝剂，到处都是有关肝脏的药物。从这个广告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韩国人肝脏有多不好，这么多的肝药啊，那么人的肝能有好吗？那么肝脏不好，越吃药肝脏的负荷就越大。那么肝脏药物是不存在的，强化肝脏的药物是不存在的，是吧？那么就是让肝脏呢能够维持均衡的食物，有节制的食物，那么所有的地方从肝脏被削弱都是反中庸的结果，是吧？这种均衡被打破的结果。所以说肝的性质上，它的解毒的功能上，不可能有治疗肝的药物啊。那么吃某种特殊的成分啊，特殊的成分能壮肝，这是原理上不对的。因为肝脏这些特殊的物质呢起敏感作用，要化解它，要解毒，所以肝就要超负荷的工作。所以我来韩国以后呢，发现有很多的这样壮肝药的广告，是吧？所以我感到很难过。那么韩国的这些医学协会的人干什么呢？这些医生们都干什么呢？药剂师们都干什么呢？那么医科学院读药学院，那么医生们都知道啊，没有那些可以壮肝的药物，是吧？现在你们看啊，这些广告啊，不见踪影了吧？不见踪影了。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这种壮肝药的作用是骗人的，所以你们不要为了什么滋养滋肝呐，或者是补肝呐，你们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些反而会加重什么？加重肝的负担。那么你们回到新起点生活当中来，你们的肝才能得到安息，是吧？
그다음에还有그다음에이제우리간염에대해서제가잠깐얘기했죠그렇죠我刚才讲了有关肝硬化是吧？那么就是肝炎，就是 T 淋巴啊被削弱以后呢，对，肝炎病毒呢就是无法抑制的时候产生的疾病。那么 T 淋巴增强呢 ？T 淋巴增强以后呢，这些肝脏的病毒啊就被杀死，那么肝炎也会被抑制啊。那么肝硬化是怎么引起的呢？作为医生看呢，医生的我来看呢。肝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脏器啊，很帅气。你们看这张肝脏的图，哦，你们看这个肝像一个油光锃亮的头盔是吧？啊，这是什么？这是胃，这是脾，这是什么？胆囊。胆囊是什么呢？就是肝脏分泌的胆汁呢，随着这个黄色的管，通过这个胆管呢，就会流到胆囊里边，储存胆汁。那么储存的胆汁呢，就通过这个输胆管呢，流到十二指肠里。那么当大家吃油腻的食物，啊。储藏在胆囊里的胆汁就会分泌出来，所以呢，吃油性过多的食物的人呢，容易患直肠癌、大肠癌。其理由之一呢，就是胆汁分泌，是由于胆汁分泌也有关系的。那么胆汁呢，啊，它是为了消化啊。油脂而生产出来的。那么像大家最近在我们这里吃的食物的话，大家不会得不会分泌过多的胆汁，但是吃过多的肉食啊、快餐食品还有过多的油性食品，那么肝呢就不停的生产什么胆汁，胆汁生产过多的话，它就会不断的溢出来，成天溢到十二指肠里来，因为你天天吃油性的物质食物。然后你们来到新起点生活中心，有一个生理现象就是经常放屁。那么新起点中心放的屁呢，和你们平时放的屁不一样，气味呢不是那么很浓，但声音很响，有的时候迈一步就蹦蹦这样响啊。그래서뉴스타트방구는그건정상적인거니까所以新起点生活所放的屁呢是健康的屁，是健康的信息。那么有的人上课不好意思出去放屁，没必要啊，这是健康的信息啊，原地放没关系。新起点的屁是没有味儿的，为什么没有气味呢？你们的食物当中呢有很多的纤维质，植物性的纤维质很多。那么过去肉食为主的时候呢，纤维质很少。纤维质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清洗我们胃肠的功能。那么通过新起点生活呢，然后解毒灌肠，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丰富的纤维质呢，会把我们肠内的一些垃圾都会吸附出去。那么吃肉食呢？那么肠内就会留下很多的杂质，因为它没有纤维质，无法清洗肠胃，所以就在肠壁的缝隙间呢，有很多杂质残留下来，就成为宿便，那么身上的气味就变得很浑浊这些杂质呢腐蚀以后呢，这个气味溢散，让你们就会有从口上、从腋下、从呼吸当中就有一种异常的难闻的气味。所以呢，肝脏不好，肾脏不好，解毒作用降低以后呢，就会从口、从身体上发出一种异样的怪味。那么这就是身体呢，为了排毒呢，通过呼吸、通过肺、通过汗
尽量的在排泄毒物的、证据是吧，真正健康的人呢会体香四溢、你们再嚼口香糖再吃什么含片没有用，只要通过新起点生活你们就会变得什么、变得清新而且香气四溢、那么靠新起点生活没有治不了的病是吧，所以呢你们再深入学习一点以后呢，结果呢就说万物归一、结论就是归结到、新起点原则上来的，这是科学的，我不是在做商业的炒作是吧，新起点那么你们花钱吗，你们新起点做得越好我越赚不到钱，哈哈，所以我刚才讲到哪儿了啊，讲到胆汁了是吧，所以肉食过多呢胆汁就会经常的分泌，分泌过多所以这些杂质呢和胆汁相遇以后呢啊，这些肠内的杂质和胆汁相遇以后呢就会形成啊，导致直肠癌大肠癌的癌症物质致癌物质，所以你们不吃肉食的话患直肠癌大肠癌的概率就会大降低，过去啊我们穷的时候啊很少吃肉、没得肉吃，所以呢大肠癌直肠癌病例几乎没有啊，吃咸的吃辣的所以得胃癌得胃炎得肝癌的人相对比较多，但是得直肠癌的大肠癌的人、几乎没有，但是通过过多的肉食过多的油腻直肠癌大肠癌的病例就越来越多啊，还有一种叫胆结石症，那么切除胆结石以后呢的胆囊以后呢肝生产的胆汁呢就不经过储藏直接就流到肠里形成致癌物质，所以那些切除胆囊的人仍保持肉食的话，那么他们患直肠癌大肠癌的概率就相对很高那么胆囊里为什么会结石呢，那么你们素食的话不会结石的，没有结石的理由，因为胆汁分泌的量很少，那么肉食大量的肉食一天三餐离不开肉，那么胆汁就要大量的生产出来，胆汁里边呢胆汁里边的胆固醇还有各种酸这几个物质呢就结合到一块形成了凝块，浓缩的厉害的时候呢就形成了结晶那么胆固醇过多的话就会胆固醇浓缩成为胆固醇结石，胆固醇结石是吧，如果胆汁酸过多的话就会胆汁酸结石各种酸都会形成各种结石那么几个物质结合在一块就会成混合结石那么通过新起点生活呢这些石头会怎么样，这些结石会怎么样，那么结晶体浓缩的结晶体就跟什么一样浓缩成为结晶体，举个比方就是这样，你们在盐田里把海水都蒸发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什么，剩下的就是盐这种结晶体吗，它是不融化的吗，它绝对是融化的对吧，绝对要会融化的所有的胆石症绝对是可以融化的，融化的明白吗，这个理儿你们要懂，改换什么，改变你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饮食习惯，改变饮食习惯你们的胆结石会烟消云散，为什么要动不动就把胆囊切除呢，那做新起点生活，所以人们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做新起点生活而挣扎想不吃糙米到处都与道背行，与道会背道而驰是吧，所以这些胆结石呢是会融化的，过去啊在我制作这个 KBS 健康节目的时候
当时那个制片人、啊、姓尹，是个尹制片人。当时他非常喜欢吃肉，非常喜欢喝酒。那么我的讲义电视上播出以后反响很好，所以他们打算制作一个系列节，大型的系列节目啊，这是一个长达14篇的序列节目，每周播放每周四周五8点到9点的黄金时间播出，收视率最高的这档时间播出，所以啊，所以引起了轩然大波，是吧？为了拍摄这14集的系列片呢，健康系列片呢，这个尹制片就带领着摄制组来到了美国，然后巡回美国全境，哈佛大学啊，那么匹兹堡大学当时是肝脏移植的先锋医院，是吧？所以和我一同为了制作这个节目呢，历时40天巡回美国全境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程。巡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尹制片人呢啊，我吃什么他跟着吃什么，一天三餐和我吃的一模一样。来到韩国以后，那么拍片一看，胆结石没了，渺无踪影，消失的渺无踪影。那么不这样生活的呢，不做新起点生活，不过新起点生活呢、啊、那就会变成什么结石，那么就得摘除胆囊，摘除胆囊疼痛没有了，但是生活习惯没有改变，那么中风、高血压、高血脂啊，这种疾病就让我们应接不暇、啊、为了预防这些让我们改变生活习惯，所以作为一个警告产生的结石，而我们却把就把它这么用手术去给它简单的切除了，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是吧？所以我们学了为什么会结成胆结石的原理。那么肝硬化呢，是正常的肝细胞呢是很光滑的，很润泽的，是吧？长得很帅气。那么它形成肝硬化以后呢，就变得发黑，而且发生萎缩啊，缩成一小团，它的体积会缩小，然后变得坚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现象呢？因为肝里边出现了异常的现象，是吧？什么现象呢？看下面我给大家画的图。我把这个肝脏画的大一点。那么区域区域呢，这些肝细胞要发生坏死。肝细胞坏死以后呢，这个死的细胞呢就由大噬细胞来来把它们吞噬清除掉。那么这些死亡的细胞留下来是不好的，清除以后呢，清除的部位呢就会产生空隙，这种空洞越多对我们身体越不好，所以呢身体呢就有修补这些空洞的程序。怎么修补呢？比如说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空洞啊，细胞都死，然后是死掉的细胞被清除以后产生了这样的空洞。那么这些空洞产生以后呢，肝硬化不是那么十分致命的。肝硬化初期，比如说被诊断为肝硬化初期的话，那么肝脏呢一半以上丧失功能啊，人照样可以生存。所以肝硬化发展到这个程度呢，我们称为肝硬化早期，初期肝硬化。还有多少的肝可以正常工作呢？75%以上的肝还在维持正常的工作，那么对生命毫无损害。
那么大家一听到肝硬化呢，就痰火，痰火色变，魂飞魄散，是吧？所以呢，做组织切片检查，然后用针刺进来，刺到这个部位呢，那么组织切片可能显出正常的反应，那么刺进这个病变的部分呢，就会诊断出是肝硬化。那么这个 空洞怎么来修补它呢？有一个纤维细胞，纤维细胞长得这个样子的纤维细胞，我们身体到处都有这种纤维细胞，这就是造物主呢造在我们身体里的。在这个情形下，造物主呢把这些纤维细胞都召集到肝脏，然后来修补它，修补这个空洞。那么纤维细胞里头有一个生产纤维质的基因程序，那么这个纤维质我们称之为什么叫 collagen， 也是一种美容材料，是吧？你们听说过 collagen 吗？女性对这个 collagen 并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和美容有关系。那么吃 collagen 的话会美容啊，这都是无稽之谈啊，都是无稽之谈。collagen 是组成物质的皮肤的重要物质，但是口吃口服下去成为美容的物质，那是不可能的。那么 collagen 吃进肚子里， collagen 是一种蛋白质，那么进入体内进入胃里头就完全被破坏掉了，是吧？啊，这真是无稽之谈。那么最近collagen 怎么用呢？就说眼角边有鱼尾纹或者是有幼纹，为了消除这些鱼尾纹或者幼纹呢，制药公司呢用这个生物工程技术生产这个 collagen。 怎么生产呢？把这个纤维细胞里的这个生产 collagen 的遗传基因分离出来，然后把它移植到大肠菌里，大肠菌就生产大量的 collagen，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卖给制药公司，去卖给美容医院。美容院医生呢就用针头呢把 collagen 注射到表皮下面，那个鱼尾纹呢就被整平了。这 collagen 呢被填满这个填满了这个空洞。那么这个 collagen 的性质啊，刚填满以后会这样，再过不久呢它就会怎么样，就会收缩，就会收缩，就像我们皮肤表面形成的结痂一样，伤痕一样。那么 collagen 呢就会形成结痂，比如说脸上被火烧伤，那么形成伤疤的话就会萎缩的，是吧？那么伤疤呢是一种萎缩，发生萎缩以后呢，这一部分的肝原来很平整光滑的肝脏表面呢就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肝脏就变得什么显得萎缩，而且是不光泽了。那么因为它是个结痂变得有点发硬，所以变得很僵硬，所以我们称之为肝硬化。那么怎么样消除肝硬化呢？为了肝硬化能够得以消除，比如说肝硬化已经进行到了70%的话，那么肝已经不是肝了，是吧？那么已经是不像话了，惨不忍睹了。那么看着它就没有这个可以康复的希望了。怎样才能恢复起来呢？一旦肝硬化要好起来，什么得被清除呢？这些结痂得被清除，是吧？这些结痂要得到清理。那能否被清除呢？因为肝脏需要为了填补空洞那么形成了结痂，如果这些结痂不再需要的话，当然可以结高，那么肯定有一个使它产生或者被清除的力量，那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那么开始呢我也不了解，
我也不了解这些新陈代谢的现象。성형외과의사들이이게주사를준대피하주사를啊，后来我听说注射这个 collagen， 我就说，我就巡视着，如果皮下注射的这个 collagen 如果消失的话，那么肝里的这个 collagen 呢？啊，肝脏表面的 collagen 也会消失是吧？所以我就给美容医院的朋友打电话，就是你们听说你们注射 collagen 是吧？维持多长时间？三四个月就没有了，都被身体给吸附了。啊，重新注射。啊，怪不得。那么既然 collagen 可以被身体吸收的话，就肯定有一个吸收它的物质，是吧？那么所以呢？我在通过医学资料查找医学资料以后呢，就在生产纤维细胞的这个纤维质的纤维细胞里呢，还有一种溶解纤维质的物质，分泌一种collagenase 这种酵素啊，然后这种酶，然后来清除这个纤维质。这些纤维质就会 collagen 就会被清除，都清除掉。清除掉以后，这些空隙会怎么办呢？啊，这留着空隙是吧？那怎么办？这有个空隙是吧？原来 collagen 用 collagen 修补的这些空间 collagen 被清除以后呢？那么这个空洞就由新的干细胞，新增生的干细胞来填平。就在这个空间的周围啊，周围的干细胞呢，这干细胞一二三四五六个干细胞。这些细胞呢出现一种很新奇的现象，这些细胞用电极测量的话，这些干细胞都在放电，出现了一个放电现象，然后这些细胞呢开始分裂了，二分四四分八。那么为什么呈现放电呢？因为它接受了生命的气息是吧？掌声。于是呢，这些空洞啊被完全修补以后呢，肝就重新恢复了健康，成为一个新的肝。对，所以呢，你们的肝脏变得再不好，你们只要能吃食物，只要你们能做新奇的运动的话，你们就完全可以康复的。The love it is.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휴식을 해하세요. 휴식을 피하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휴식을 피하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놀라운 일이 생겼어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자, 잠시 자리에 앉아주시기 바랍니다. 자, 김순현님, 김창우님, 이봉란님, 이종길님, 정경태님, 전영창님, 허여수님, 김광태님, 오늘 마지막 동행 식사 시간이고요. 자, 여러분, 박사님하고 식사 같이 하시고 강의 통해서 여러분들의 궁금증들 많이 풀리셨죠? 예, 그런데 혹시 더 궁금한 게 있어서 박사님과 개인 면담을 원하시는 분들은 그 자료 신청서 옆쪽에다가 이제 개인 면담 신청서를 붙여놨습니다. 이름하고 호시라고 전화번호 적어주시면은 시간 맞춰서 박사님께서 연락 주실 거고요. 강의 뉴스타트를 할 때면 항상 제가 느끼는 게 희한하게 비 오는 장마철에도 강의 때는 비가 오고 산책 시간에 비가 그치고 예 그런 걸 많이 봤는데 오늘도 아침에 비가 막 오다가 지금 비가 그쳤습니다. 자, 산책 시간이니까 너무 무리하지 마시고 길이 미끄러울 수 있으니까 신발 편안한 거 신으시고요. 좋은 산책 시간 보내시고 식사 맛있게 하시고 잘 쉬셨다가 4시 15분에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